请你眼睛闭起来，嘴巴张开。啊啊！好了，请你眼睛张开，嘴巴闭起来。我说眼睛张开，嘴巴闭起来。好了，你刚刚总共吃了10种咖喱，现在麻烦你照我刚刚喂你的先后顺序，把这10种咖喱正确的排列出来。排出来？你耍我啊？我不是耍你，我只是想知道你的舌头是不是像你所说的这么厉害。排就排。你有30秒，20秒。地震！我那么多员工，你这种借口我还是第一次听到，你真的非常有才华。真的地震？糟糕！你应该会怕地震吧？怕地震，我怕的反而断电啊！没啊，麻烦死！不行，我要赶快去。你在干嘛？喂，喂，你，哎，魏芬清，你在干嘛？喂，魏芬清，放开我啦！你到底在干嘛？你为什么要抱着我的大腿啊？喂，魏芬清，放手，放手啦！该不会是怕黑吧？明明就只是个女孩子，怎么那么爱逞强？不准把今天晚上的事说出去。哦，不对，是不准把今天晚上我怕黑的事说出去。我不是叫你不要说了吗？你是傻瓜吗？我为什么要签这种？果然。所以你摆明知道我不会签，但是您要签。有事有机会，没事会后悔。干嘛？你怎么样？可以。嗯。回家了。只是想把你叫过来看看，有事有机会吗？我一定会让你有一天跪下跟我求情。嗯，晚安。说你傻还相信？既然不想被别人知道，还写个合约，那我签下去不就留下证据了？
干嘛呢？现在才几点，打电话来了？进什么货？废话，每天都要进货啊，你还需要问我吗？我到底请你来干嘛的？啊，对，照旧，没错。什么叫死不接电话？我现在不是在跟你打电话吗？手机？好了，你自己处理啊，先这样，拜。